这关《沙漠之声》第一本野战手册，在这里的右边，建筑物里面。接着从这边出来，看到前面有两个石头。接着从这边直走。沿着轨道直走，然后过这个旁边那个塔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个。接着从这边一直往这个小镇走，穿过这两棵椰子树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在这个有栏杆的这个地方，往左边开门，然后往前跑，这边。那么这一关最后一本野战手册呢，在一开始的这个地方，右边这一栋破掉的房子。